各位观众，大家晚安，欢迎来到黑鱼来客的 Fly 时光台，我是空中黑鱼，不好意思让各位久等啦、啊。那我们今天玩的游戏为 Eyes of a Face， 哦不对 ，Eyes without the Face， 无脸之眼。好了，其实我不太会念它的英文，不管啦、啊，总之就是一款恐怖游戏啊。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。小瀑布团体荣耀呈现，是什么烂翻译？安安安安哦 ，B B 安安 ，T O N Y 安安 ，E T 安安 ，A L 安安。画面好小哦。哦，我还蛮喜欢这种风格的，感觉很像在看50年代的电影。林安安，嗯，林 U 林，嗯 ，SK 安安。无脸之眼是一款为了一个名叫恐怖电影的比赛，在一周内制成的游戏。正如比赛所示，参赛者必须挑选一部影片作为游戏灵感来源。于此 ，Casper 什么的团队选择了由乔治·弗朗叙所写的一部1962干你娘嘞，跟我念不烂，念不完嘛。哦，看来卡莉是我们的主人公。哦，卡莉，什么？卡莉说的。哦，我们快到了吗？我累了。我们刚过圣克罗山啊，现在也快到了。哦，让我去看看他过去藏了这么多年的后宫妻妾吧。别这么说，他是你的父亲啊。哼，唯一的爸爸就是你。给你自己一点信心，他多半是发神经才会在半夜发电报给我。如果他觉得我会跑去他的房子拥抱他，那就是个天大的笑话。安安安安，我想陪伴度过感恩节之夜的，可是另有其人。哦，你马上就要结婚了，至少也得再让他见一次。也许你们可以解除相互之间的任何误会。才不会啊！我不去赏他一拳，他就已经够幸运了。哦天啊，洛根，你是要杀了我们还是要干嘛？嘿嘿，刚才有动物还是什么冲过马路，我只是被吓到了好吗？幸亏我视力不错，没撞到。哇，好好看着你该看的地方哦。好好看着一个坑的地方。说起这个，我找不到我的眼镜，我一直把它落在家里了。算了，反正我也不想看到那个混蛋的脸。别这么叫他，他是你父亲啊，卡莉。你已经说过了，你已经说了100遍了。不过就算你说了1000遍，我也不会听的。好坏啊！哎，这可能他们弥补关心的最后机会了，否则卡拉韦医生就永远失去他了。只要我们到的时候注意你的言行，卡莉。顺便你怎么说？也不要让你的情绪过于高涨。你的身体不好，要是发生什么坏事，你的未婚夫可是永远不会原谅我的。不用担心那么多啊，洛根。啊，我们到了，卡拉维家族领地，好多年没来过了。对，不知为何，觉得这里有些不同了，我有点不太舒服。你害怕看到你的父亲卡莉？还不是那样的，我不知道，也许我只是累了。而且我发现他们车还蛮小的。哦，好唯美的画风哦！干，人也太胖了吧！哦，可以动了。哦，感觉有点像《魔女之家》的女主角。嗯，超吵。来看一下，好像都不行。好吧，注意眼睛，卡莉，你已经十几年没见到他了。哼。哦，卡莉是傲娇，而且路根好胖啊。看，
他的维度也太突出了，比我胸部还要突。看，看了，看，超突的。哦，感觉很像 Lady Go。哎，我准备好进去了吗？好了，我来了，老头。安安安安安，立野全安。没有没有，没来晚，刚刚好。我已经十多年没来这了，真想知道这里到底改变了多少。哎，我才不需要揭开旧伤疤，我要迈向我的人生的新篇章。接下来我将拥有一切，为什么我要回来呢？哦，你好。哦，那是谁？看一下。你好啊，你一定是卡里。嗯，哇，你已经长得成漂亮的姑娘。你是谁？啊，我是丽莎，你过去的保姆。你看起来和我记忆中的非常不一样。啊，我们已经有十多年没见过面了。请稍等一下。你一定是熊梗，而不是若梗，卡里的监护人对吧？啊，对，我就是很 nice to meet you。Nice to meet you too。谢谢你这么多年一直在照顾卡里。卡里，我知道你父亲今晚叫你来，但是我不知道他去哪了。哼，看他干的好事。请今晚留到这吧，我确定他明天会出现的，行吗？好吧。我想那没什么问题，但是如果他明早还没有现身，那我就会离开这里，再也不回来了。哦，我为你收好了你原来的房间，美好的回忆。嗯，不，谢了。我只是这座房子里一位客人，都跟住我原来的房间好了，我不在乎。我去客房了，晚安，丽莎。你要扮演英文老师的，对啊。十年来了又去，马车换成轿车，那个小女孩也脱胎换骨了，但是这座房子却保持原样，它就像被时间冻结了一样。尽管那并不是时刻困扰着我故乡的童年。但是总有种奇怪的感觉。他怎么样了？很好，别忘了，我可没有疏于练习啊，我一直在狗的身上试练来着。我动不了了。他会更好，他会是最好的。有什么不太对劲？发生什么事啊？那什么？为什么这里会这么亮？因为灯没关啊。很旧，但人很好，你在运作着。一封信，我不记得这里有这个。我知道你不想和我说话，所以我只是把这封信塞到你的门下面。卡里已经长大了，不久他也会将拥有自己家庭。他不需要你，他真的不需要你那疯狂的实验。就远离他，让他自己生活吧。你也应该走出去，过自己的生活。谁知道呢？也许你最终会和他回到正常的关系。求你了，我知道我是你弟弟，所以你可以不听我的话。但我唯一在想的就是怎么样对你们两个才是最好的，因为我最爱你们。这是表达对你的爱，乔治·卡拉维。这也是什么？乔治叔叔？安安，卡妙恩。所以 ，Beach， 黑与瑶，哦，感觉好像是黑与瑶，感觉像两个人。哦，黑与瑶，瑶没和你拍《生存系列》吗？今天他有开台吗？应该没有吧，因为最近我生病。小家伙，你在这里干什么？喂，等一下。他至少不见了，这地方给我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。我该用楼下的大厅打电话给查理斯，免得他担心我。电话在哪？找到了。我想接起来，怎么接？是存档点。他不接。这里是我刚进来的地方。
哇塞，这个画风真的很好，也有这种童话般的画风。俊吗？是俊安安吗 ？DIAN， 俊，对，应该是俊安安。平静无事阻止不了时间流逝，什么事都不发生是不可能的。病才刚好，其实我还没好啦。其实我的感冒还没好，现在还有点胃痛。若干，我需要开灯，这里太暗了。一盏老化程度并不太大的古董台灯，它被附上一层灰，已经很久没有擦过了。叔叔，哎，电话响了，可是电话在哪？存档。哦，电话在哪里？哎，跟你聊嘞。你是谁？你是我父亲的病人吗？把他还给我。哦，还给我。按摩按虚的虚里。哎，三年见 ，fuck you man。我死了。把它还给我，把它还给我，摩安师傅的蓄力，给我退后，跑。其实他跑蛮慢的。父亲的书房，我已经好久没进去过了。那上面有锁，我可以藏在那里，就在通向右边走廊的尽头。哎呦哎呦！哦，上帝，你吓到我了 ，Colly， 你在这里干什么？乔治叔叔，没时间解释，有个女人在追我，很有趣。乔，我需要和你父亲谈谈，但我哪儿都找不到他。我晚些在和你聊，卡莉，你还好吗？你的声音听起来有点怪。哦，对，我没事，只是有点不舒服。我要在这个房子转转，乔，我过会儿再和你聊好吗？我真的得走了。啊，等等。他走了，我去，我得找到他和洛根来警告他们。那个人去哪了？叔叔看上去不像他自己。对啊，感觉真的不太像，感觉怪怪的。他来了，他终于来了。我等那么久，我只是又想他了。我要让他留下来，我要做些让他留下来的事。父亲和女儿永远在一起。到底搞什么鬼？另一张照片，我不知道为什么父亲会这么喜欢他们。我该放的曲子吗？是的。那什么声音？那是一扇门吗？他的天才自然得有如灰尘在蝴蝶翅膀上所留下的图案。赶紧啊，这也太长了吧！那我有点懒得念。艾斯昂恩。哦，没 bug 了，刚刚是遇到 bug， 真的。普通台灯，一封信看上去好旧，我几乎没办法读。亲爱的法兰西斯，我很抱歉，我不是故意要卡莉那么做的，我只和人，对吧？事情变得难以解决，我很抱歉，我对你不完，我忘我是室外，什么手术也帮不了我。我还好，我不需要这么说。过了什么时候？我是玩你不就？他在攻他小，这是他小。我生日40也是啊，哇，一大堆安眠药的罐子，我看起来有严重的失眠症。好古老的歌哦。哦，保险柜。哦，这已经是我小时候，好丑哦！那是母亲，不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。那么，一只死鸽子，但它的四肢被缝在一起了，它就有双和身体不相配的翅膀，而且没有喙，太恶心了。
他还在吗？不、哦，他不在了，我可以存档了。好，我们走，继续调查。那个胖子叔叔嘞？胖子，洛根，洛根，哦，啊，别动，啊，洛根醒醒，哦，卡利，是你吗？哦，我的天哪，我做了什么？我再也看不见了，我不知道你是谁，我很害怕，害怕。你是他们？你怎么了？我不是他，他拿走我的眼睛，我能想起的就是一片白光。感觉好像已经过了很久，不管怎么样，我们必须离开这儿。我确保逃离这间屋时，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杀了我。他们是谁？我不知道。求你，卡利，让我们离开这里。我需要找我的车钥匙，他们从我的这儿被拿走了。我从之前待的地方逃走时太匆忙了，我都没注意自己偷的是哪一把钥匙。那是他会有用的。我正问我刚才的事情。抱歉，如果你没推我，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。没事，你已经受了很多苦了。我已经什么都看不见了，我需要在这里歇一会啊。如果我跟着你，会爱着你。得到了银钥匙。OK。哦，Oh my god! Oh my god! Oh my god! Oh my god!靠，很会很会，看你不是没钥匙吗？哦，他怎么不见了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啊！救命啊！还不能直接去撞他呢。橱柜，感觉读烤箱就一定会被烤熟。没人了，没人了吗？没人了吗？等等，洛根在哪里？我哪里都找不到你父亲啊，叔叔，你必须从这里逃出去。为什么这么说？秋叶，不要问这个问题，我没时间解释了。你要离开这里。那你呢？不用担心我，我留在这里。我必须得去找你父亲，别为我担心。就这样吧，我知道发生了什么。啊、所以发生什么事？可以请你跟我讲吗？我玩到现在，我还是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。你们现在发生什么事？所以我现在要去。哦，我的钥匙，我应该知道是要开什么。噔噔噔噔噔噔，我来看一下。开了，哦，我每次都要等它亮完才能存档，这还蛮麻烦的。可是我觉得这个想法还不错。一些记录好像没有特别的意思。他的呼吸，他们所呼吸的是利益，所吃的资本，所吃的资本是洗衣精。如果他们得不到它。就会像你因没有空气、没有住肉而死去这般灭亡。我巨铁五买好了。啊！不会很痛的厉害吧？我已经在自己身上试过了。
丽莎，你在干什么？为什么动弹不得？哦，你醒了，我想我注射的不够。我们在修复你当时在你身上发生的事情。你父亲那么的心痛，我们修复了你，你现在看起来更漂亮了。我看起来也漂亮了，所以我们需要完成我们的研究。你难道不明白吗？你们简直疯了，放我走。WUN。你没注意到吗？你现在看能看这么清楚，都亏了我们的成果。你再也不用用那些眼镜了。等等，不要。你稍等一下，我想我有个特别人要见你。啊，你，哦哦，哦哦哦。刚刚发生的太突然了，我根本没看到他怎么被杀死的。我天啊，你怎么了？好痛！是谁？我试着阻止，对不起。他死了，这地方让我恶心，这整个情况让我恶心，觉得想吐。我只想赶快结束这一切。这看起来像一本旧日记。我在这里很久了，我想知道爸爸妈妈过得好吗？真是好痛，他们对我的脸做了什么？这些什么都看不清啊！那这里我好饿，已经过了好久啊！他们还会从我这里拿更多。如果我让他们拿走，他们一定会，他们会让我离开吗？我希望他们不会拿走所有的。我要怎样才能回家？我在这里待了好久，为什么你不来救我？我想回家，妈妈，你在担心我吗？这是什么？Oh my god！ 叔叔一路好走。哦，等等，乔治叔叔，到底是谁？你认为我是谁？你是乔治叔叔？我不知道你到底是谁。难道你们是双胞胎？我是想说，应该是不太可能有双胞胎啊。你觉得我是谁？难道我看起来不像他吗？我只是像他吗？不，别告诉我你。W， 哎，你知道我吗？不知道。你真恶心，去找人帮忙。难道你没有发现自己在做什么吗？我只是想试着补偿你。拜托卡莉，我知道我可以把这做好。躲开，我已经不想再听关于他的任何话。求你的卡莉，再听我说。不，别按那开关。Oh my god！ 野狗被放出来了。哦，这地方是哪？你在干什么？哦，我的天，洛根，他死了，因为我从来没有对你做过什么，但我看到你，我就明白一切了。哦，所以这个女的脸其实就是女主角的脸，她把她拿走了。Oh my god！ 这么多年，我一直在等这一刻。你这个冒牌货！啊！离我远一点！哦 ，Oh my god！ 发生什么事？我看不到。Oh my god！ Oh my god！爸爸怎么了？哦，他把那个女孩杀了。不愧是卡莉，听说她就是屌。好屌哦！哦 ，Oh my god！ 想吓谁啊？这面具有可怕到，无脸之眼。还不说完，基于佛朗叙述的一部经典名作哦，
用五天完成诶，哇，用五天完成可以做这样，很厉害诶。对，没了，他好像就只有这样，好强哦，五天诶，还蛮强的。而且我很喜欢他地图的画风，他图那什么，他这款游戏的画风，而且歌也很好听。还不错，感觉是有点短，没错了。